Yani cecim burada dön yemeyeceğim onu bunun için burada bir hatta akrutarım sen doğuşurmadı. Tüm bat ve cecimler gireceğim zor. Orada doğurur için yapım kadar yolda kınsoğa ve getirdim. Dön yemeyeceğim burada bir namcır bağım onun için namcır zor. Mağazdan gelip gelirim yalan kındı zombur bununla bırakacağım. Çünkü yarım cüneydüm zaman canımda mecala giyeceğim zarar. Necin roğur zirgiyeceğim kımsı, cavurdu giyeceğim öyeler. Cimen ben zocalan soranı. Gönce toban boğru şüncil o. Ve duha içi çoğuşun için da cakha uşan şuşan da kudişin. Onun, Çin tiyan kaysi na, şüşi. 藏传佛教的非常，殊胜的这个教研，大圆满，信心学大圆满，这个龙清灵体潜心引导文普贤上师演讲，啊，就大家共同学习这部论点。这个法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非常，的这个明白啊，就是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来讲呢。的确是这个法师，极为的这个殊胜，还具有呢，这个殊胜的这个传承加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大家这个共同啊，就发无上的菩提心，然后呢，就学习这么一个好的论点呢，应该说，这个是自己的前世的一个福报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每个人的这种观点都不相同。不知道所有的人会不会这样想，我是觉得呢，的确是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各大传承的这种上师们的教研，就像是如意宝藏的这个仓库一样的，这样一开启的话呢，每个人都能得到就是各自因缘的这种相应的这个调伏烦恼的法，所以呢，就是我们也。非常这个希望啊，就是，各位佛友呢，在这个学习期间呢，就是33种一定要这个圆满。我们这里呢，就是有两个要求，就是，讲那个前行的时候有两个要求，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传承这个圆满，应该，这所讲的内容啊，就是明白啊，就是大圆满前行当中，到底是从头到尾。就讲了什么样的这个内容，每一个这个词的含义呢是什么样，啊，它以所表达的这个内容呢，自己能否这个做得到的，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应该这个详详细细的去这个思维，啊，就是思维，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目标，还有一个目标呢，就是修这个大圆满这个潜心引导文，啊，就不仅仅是文字上听了，然后意义上这个。理解，一定要把他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贯穿于自己的心，在实际行动当中呢，通过前面的共同加心和不共同加心呢，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呢，真的让这个转变啊，就是变成一个，就真真实实的这种修行人啊，就是一定要啊，通过这个五十万这个加心呢，来这个，要求自己。来这个锻炼自己，就这也是一个目标，这样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圆满。所以呢，就是听说这个佛法的人呢，希望你们一定要就是排除一切这个困难，就是一定要那个就是发这种这个大心，那就发大愿，发大心。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有极个别的一些这个学员呢，就是在听书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是身体不好啊，心情不好，再加上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这个琐事缠绕啊，等等，就是也会有一些这个违缘。但是呢，只要我们的这个心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发心就是很坚强的话呢，一定会是超越就是一切的这种障碍。因此呢。就是在这个学习的同时啊，大家一定要祈祷就是我们的这个三这个根本上师就根本上师和就也就是说三根本这个本尊空性上师，以及呢
就是，对这个三宝这个祈祷，就是内心当中的像，但愿我把这个法呢，就是这个传承圆满，祈祷呢，就是上师三宝，就是赐给我加持，自己的这个相续呢，真的与法这个相应，与这个往昔的这些村民上师的这个智慧呢，就成为这个无二无别啊，就始终都有这样的一颗虔诚的这个信赖。这个祈请就是一切出世间的这种圣者，这样以后呢，就是通过他们的这种智慧的光芒，就融入我们的这个心性的这种拜念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会这个就是出现呢，就是或者是这个开这个开显呢，就是会这个解脱的这种这个就分享，就是我就是这样这个想的。因此呢，我们下面呢。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认认真真的看，因为还没有具体的这种内容就是讲之前的话呢，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定力一些传承的上师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定力文就是这些从词语上表面上看来呢，就稍微有点难懂，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内容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传承的价值和传承的这个真我，就是有非常大的这种这个关系。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强调，大家在听说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思想啊，一定要这个开放啊，就不要认为呢，这是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个法，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徒呢，就是不一定要学，或者说是这是一个尼玛派的法，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其他这个学其他教派的人呢，就是不一定要学。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非常狭窄的一种，目光短浅的这个见解。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应该是以非常开放的这个眼光，应该有一种远见的话呢，就是才能它有一定的这个收获。而且从出实践的这个传承上市的一些，这个。这种传记或者是历史来这个说明的话呢，的确是很多上师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教派都可以这个融会贯通的。以前我们也可以算是尼玛派，也可以算是那个萨迦派，就是那么仁波切的上师迦安群策仁波，他呢就是对藏传佛教的所有的教派的传承都会这个介绍就是这个七大传承的著述，就是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上师就是也会就是对整个不管是任何派系的这种这个教法呢，就是都这个融入于系呢。包括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话呢，对这个萨迦派也好，对格鲁派也好，噶举派也好，尼玛派所有的这些教派的这个教法呢，就是全部都就是这个闻思过，这个修行过就是修行过。而且我们这个上师呢，就是在大圆满前行的这个序言当中呢，也说了，这个前行呢，其实这个涵盖啊，我们这个藏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四大教派为主的一切教派就是比如说萨迦派的这个三贤三序这个引导文的内容呢，也在这里面。然后格鲁派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轮和密宗道次第的这种这个内容呢，也可以就是在这里就是也可以就是在这里这个说明。然后噶举派的这个解脱庄严论呢，就是这也是一个修行次第。还有我们尼玛派的这个大圆满信心修习大彻说这些都是道次。道次第的内容呢，就是以智修的话呢，完全都是以这种这个虔信的方式来这个修行。所以这个大圆满虔信的话呢，在如今呢，你们应该就是会知道的。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包括现在那个尼泊尔这个印度西进还有波达呢，以及这个美国、加拿大，就是当当，就是整个这个全球上的很多的各种教派的这个佛教徒呢，都在这个学习。不但是学习，通过这个修行之后，很多人呢依靠这个虔信法，就是在自相续，就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加持和智慧就是各道教派的这些上师们呢，曾经也在这个讲述学习，现在也是这样的，未来也会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极个别的有些道友的话呢，你也不要想到哦，我听到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呢，会不会有一种什么影响或者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因为我是学那一个教派的，其实这样的这种说法呢，也的确是
就是不对的啊，就是也的确不对的。就像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创立的无名佛学院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教也好，所有的这个教派的这些这个四众弟子的话呢，就是都不断的这个学习，因为佛教的这种这个精神的话呢，都是开始的时候发这个菩提心，中间呢积累而到这个资粮，最后呢就是现前这个色身和法身，就是所以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教派的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法王也说了，这个大圆满前夕呢，汉地的这个像这个弥陀经这个为主啊，就修行为主的这个净土宗也好，华严经这个为主的这个华严宗，还有这个金刚经为主的什么这个这个禅宗啊，就是这个法华经这个作宗的就是这个天台宗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汉传佛教的这个内容啊，也应该可以说是就是包括在里面，就是可以我们这个通过的这个虔信的这个学习啊，在实修的这种法的这个怎么说对照当中的话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纯洁的清净的这个教法呢，就是在究竟的观点上面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全是这个圆融的啊，就是圆融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所有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要以一个非常虔诚的这种心性来接受这个法，就是这是很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学习这部论典的时候啊，这是我把别人的这个法学一学而已。实际上这样的修辞对我来讲是没有必要，就这种说法和想法呢，应该说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就是紫面僧给大家做个就是介绍，就是也就是说呢，大圆满这个龙禽灵体千行引导文，普贤上师演讲了，紫面僧呢，应该就是比较清楚，就是所谓的大圆满的话呢，藏传佛教当中就是应该说是至高无上的一个法，也就是说呢。就是轮回涅槃所说的一切万法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心呐、啊，就是光明的这种心和空性的心无二无别的这种境界。这样的境界是谁呢都通达的话呢，那么他已经这个证悟了这种这个光明大圆满。那么这种这个大圆满的境界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其他的宗派当中呢，可以这个说什么明心见性啊，或者说这个无二这个智慧啊，无二这个智慧啊，大手印啊等等，就是各种教派呢，就是对它有不同的这个称呼。所以这个大圆满呢，就是当然这个传承上呢，就是历史当中啊，就是分得特别多的。但是开阔而言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布玛尼扬特和还有那个龙禽尼扬特。还有呢，就是空性娘体，娘体的话呢，就是心体的意思，也就是说，布玛心地和空性心地，还有呢，就是龙庆心地啊，就是有几个。那么龙庆心地呢，就是其实是这个布玛摩扎传下来的和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这几个心地啊，就是全部都这个归纳起来的。非常这个深的这种窍诀，就像我们这个上师心地啊，就是也是这个里面这个传下来的啊，就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四心地七宝藏全部是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的确是真实的这个如意宝。当然我们极个别的人可能以前也是没有学过的话，我们要讲那个很多如意宝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也可能没有多大的这个必要。但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呢，的确也是这个文思的这种这么多年的一般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应该花在这个密宗上面，哎，可以这么说的。所以对密宗的这种信心呢，对密宗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欢喜心的话呢，就是也用语言来表示的话呢，就是很难这个表达出来啊，就很难表达出来。因此我们这里呢，就是将这个大圆满这个龙旗派的这种这个心地啊，就是心地的话呢，一切无佛法的这个精华精要的这种这个体悟啊，就是叫那个心地。那么这个法呢，就是虔信引导文。为什么叫这个虔信呢？不管是修任何一个法，你只要想得到这个成就的话呢，无论是你学仙宗的、学密宗的、学哪一个宗派的话呢，那么这个呢，就算是前导，就是虔信啊，就是前面呢，就是必须要这个经过的一种这个引导文。引导文的话呢，就像我们到一个地方的话呢，如果是没有就是
开道的，如果没有引导你的话，那不可能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这个前行法门呢，让我们就是不明白的很多道理呢，就是依靠他的这个词句和这个内容来，就让我们这个明白。最后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就是找到了真正的这个解脱的方向，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论点。所以这个前行引导文呢，的确是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啊。就是它的这种范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广大。现在呢，就是不仅是它的这个范围在藏地，就是尤其是汉地啊，就是的确是这个很多人的这个信心呢，就特别的这种大啊。这也是我像是坐这和川正上师们的加持啊，就是我们讲佛法呢，就是一定要讲加持。如果不讲加持，不讲信心的话呢，那就是世间的一般的一个判断的一些论文呐，或者说是一些学术的研究，就是其实这呢。只不过是理论上懂的而已，实际的这种信呢，就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我呢一直这个认为，就是大圆满这个前行的这个加持呢，的确也是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比如说像我而言的话呢，翻译了好几个，可能有20多本吧。但是其中这个大圆满前行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就是卖的这个最快的，就是清的最快的啊。我们每一次都是做1万本、2万本，就是然后就一下子就是几天以后呢，又就一扫而光，又没有了。然后又开始做，又开始做，一直到这。纪念当中的话呢，就是从韩文上也是这样的。我听说是这个因为呢，就是以前在90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这个莲花光那个中心呢，就是已经翻译过，就是翻译过，然后翻译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外面销售的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快。这样以后呢就应该说是大家都是要这个向导，就是他有不拱的这个加持，然后同时呢，他的内容也是的的确确是化智仁波切的这种不拱的这个智慧啊。然后呢，就是你称这个文字，无论是汉族人、藏族人，谁看了以后呢？就是有个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力量啊。就以前那个有一个我也在他面前听过很多话，就是那个杰旺堪波讲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说过不要说是这大圆满前行的所有的话，哪怕是其中的这个就是一篇短短的这个语言，或者说是这个一页啊，就是一页的内容呢，如果路人看到的话，那这个法语的这种加持呢，就是一定会是融入他的心，就是他的相续呢会有就是不同的这个转变，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语言呢，无论是讲一直上师也好，轮回的痛苦也好，看起来好像非常普普通通的语言，但实际上呢，就是全部都深入人心，让我们的这个改变呢，短暂让我们的这种心绪呢，短暂的时间当中会就是得以改变。所以呢，就是这次也是。我也的确非常这个希望啊，我们的很多道友呢，在中间就是不要半途而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听圆满。听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这个思维，这样以后呢，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修行呢，就一定会是这个圆满的。就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上师呢，就是叫这个喇嘛卢主，喇嘛卢主呢，就是其实那个伊库喇嘛的这个弟子。我前一段时间也说过，就是这个喇嘛卢主的话呢，就是他一辈子当中最注重的就是这个让大家这个修虔心，让大家修虔心呢，不仅仅是修一个50万加心呢，就是原来法王也说过，50万加心的是简单的很，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可以完成的，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前面的这个修啊，就是这个四加心的这个修法啊，就是共同这个加心的修法。这个加心的修法呢，不能说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一定要我们终身的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功课或者是修行来就是对待啊。就这样以后呢，自己的这个相续都是会改变的。因此，这个喇嘛楼主和法王如意宝，就是他们的这个传下来的这些老弟子的话呢，真的是在人和违愿面前也好，人和这个修行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这个障碍的话呢，就是他们都不会这个就是随随便便就是改变的啊，就随随便便改变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以前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很多上师呢可能直接的给你讲一个非常这个深奥的一些大圆满的这个真心呢，就是就像禅宗里面所讲的一些什么明心见性的这些智者法，就是很高的这些境界呢，直接给你就是传。但传了以后呢，当时好像是有感觉很不错的，但因为呢，当时你没有这个加深啊，就是这个前行的这种基础，就是没有这个文骨，这没有文骨的缘故呢，很多人呢，
就是最后的这个修行呢，有些修行出家人这个幻术了，有些居士呢已经是现见了，就是后来当时好像你也认为是一定依靠上师的恩德，好像真的是你已经通达了，就是有些这个密法的境界，或者是禅宗的一些这个最高的境界，但是因为你没有看破境色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修法当中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共同家庭里面看破净识，看破究竟是无论是居士还是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话呢，都要必须修。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好好的这个修，没有融入这个性的话呢，那这个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净识的名为名扬而这个去的。如果这样下来的话呢，你的这个修行呢是暂时性的，不会这个长久的。啊，有些人呢，上半世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这个好的修行人，但因为没有加信修法，没有这个虔信的这种基础大好的原因呢，到了这个下半生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对发这个生邪见呢，就一直呢就是不会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更不用说是依靠信心来，就是不共加信里面所讲的什么那个皈依啊，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大悲心啊，这些都是根本谈不上。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人生难得和宿命，无常的这些道理呢，就是修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圆满的话呢，那后面的这些这个对三宝的这个信心和这个利益众生啊、积累资粮啊、忏悔啊这些功德的话呢，自然而然就可以出来。所以我们多年的这种，我们自己的话呢，真的也是一方面是很惭愧，但另一方面的话呢，也可以很骄傲的这个说啊，梵王如意宝的这个真正老人家面，这个长期的在他面前就是听书的这些老弟子的话呢，我想是以后啊，在这个这个人生当中的话呢，我想是一个个的，他们也会就是获得他们的这个一些不共的这种这个特殊的这个修正法。这些呢不一定是在密宗的这种最高的这个大圆满的一些什么那个这个敦朝啊，就是或者说是那个制度呢，就是在这方面就现出了。因为以前的很多上师的这些弟子修行的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说，就是我这个今天看见什么，我现在证悟什么，就绝不会说的。表面上看呢，我很虔诚，只不过是修一点假性呢，就是人生当中的观一点无常啊。但实际上呢，他对这个假性的基础也大好了，而且这个真性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就是全部都这个这个出现，就是所以说很多上师的那些弟子的话呢，因为上师呢当时以各种方式来就是挑法，以前一库喇嘛也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他这个对这个家信修不好的，就是这家信不忠实的弟子呢，非常严厉的这个就是批评呢，就是听说是他的这个受批评的这些弟子的话呢，还是这个后来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成就啊，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根器的话，那就是他老人家呢也不太惯啊，就是不太惯，就是然后特别就是就眼里的这个批评过很多次的人呢，一方面可能迁出为缘，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后来的这个真悟境界也比较高。但是我们这个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梵王如意宝也是老人家，虽然就是不像跟其他人一样就是每天的这个批评，但有时候的话呢，就尤其是这个修家性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说一些这个发心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这样的这种这个实现，就是这种实现的话，后来的这个人生当中呢，就看出来就是这也是一个就像世事无师兄的讲义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是一种不共的这种加持，就是甚至那个上师离开人间以后的话呢，就是在梦中啊，在这个不同的境界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出现不同的这个价值，就是有时候是批评啊，有时候是有一种不欢喜的这种姿态来就挑拨那个弟子的这个烦恼。其实这些都是应该上师的不共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价值呢，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这个融入自己的心。所以关于这些问题呢，就我们应该要了解啊，就是这个虔心的这个基础的话呢，每一个人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些上师呢，在这个现象上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的这个重视，这样以后呢，极个别的可能就是有原则呢，就是依靠他的不同的这个价值方式来也有这个成就的。但是大多数的人来讲呢，的确是这个需要就是加信的这个基础啊，就所以呢，我们这个我经常这样想啊，就是梵王如意宝的这个弟子啊，为什么那么多？而且的话呢，这个弘法利生的能力也是如此强，再加上是实践人们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佛法就不容易这个升起邪见，因为个个都并没有说是啊，我证悟了，我开悟了，看你这个前世是如何，后世是如何，就一般那个我们这个这个上师的一些真正的这个合格的一些传承弟子的话呢，还是很这个谦虚的。但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谦信上啊，就是在这个谦信上。所以这一部这个谦信的话呢，啊，就对我来讲是一生的转变，就是应该说是依靠就是这部这个谦信。我想我们这里的很多人呢，也是是以前也是这样的，将来也会这样的。因此我们这次这个这部论典的这个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每一个人的这个收获的程度呢，就肯定是不相同的。我希望呢，就是大家一方面是以这个应该是以文思的眼光来，就是要通达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句子的内容。另一方面的话呢，以这个虔诚的信心来祈祷，就是本传这个上师。这样一合的话呢，通过这个各方面的因缘具足一合啊，你虽然是一般就是普通的一个实践凡夫人，但是你的这个信呢，就是可以转变于真正的这个正法的这种这个智慧啊，就是正法的智慧。所以呢，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当然我是那个可能讲也讲的不好，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吧，就是就讲过，就基本上很多老道友呢，就是里面的这个词句啊，就是都应该就是比较这个清楚。如果你们不懂的话呢，就是互相都应该讨论啊，就是问问题啊，就是这样。这个普贤上师演讲啊，就是这个引导文的名称呢，就是叫这个普贤上师演讲。为什么叫普贤上师呢？因为普贤上师呢，就是法师仁波切对自己的根本上是如来要尊者呢，就是非常这个高度的赞叹呢，就是他跟这个普贤王如来呢无二无别，就是以这样的这种这个赞叹文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普贤上师，也就是说如来要尊者的这种金刚语啊，就是他的这个教言。他的教言呢，就是全部一字不漏的这个记录下来了，就是这是也是一个如来要尊者的这种这个虔信的教言的一个备忘录啊，就是在后面的这个什么就是文什么那个书他的这个就后文里面也已经说了说是那个就是上师的这个演讲呢，就是他也没有这个增加，就是不折不扣的就全部呢就是记录下来了。那这一点的话呢，当时华智仁波切所注释的这些很多的他的金刚道友呢，就是可以作证，就是当时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说是我的上师的这个演讲呢，就全部记录下来了。但是现在我们后人的这个眼里看的话呢，就是如果华智仁波切的语言直接下来的话呢，也是跟这个如来要尊者是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后人呢，在藏地而言呢，如来要尊者是并不是那么很出名的，而那个华智仁波切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出名，就是，但他老人家呢，就是以谦虚的这种这个语言来说是上师的这个演讲啊，上师的演讲呢，一个字也是舍不得，就是这个是就忘记，就是一定要把它这个记录下来了。这样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和人就是学习来了，学起来之后呢，就是真的与这个上师这个相应。尤其是我们这个宁体派啊，宁体派的话呢，依靠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加持和，然后自己的这个祈祷相结合，然后呢，就是获得这个正果的，这样的这种菩提伽罗呢，就是无量无边的啊，就很多都是并不是是依靠就是非常这个费力的，或者是用你的就是用这个研究啊，或者是用这个其他的一切途径来就是正果，就是大多数都是念一些就像前面我们这个龙清灵体的那个虔信的那个什么这个仪轨啊，就是这个虔信的仪轨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就是智慧光尊者，就是他的这个内容是智慧光尊者，然后这个文字呢，就是以前那个他的一个弟子叫做是那个精密陈列，我应该是陈列，就是那个就是多智庆，就是他就是编辑的，就是那么这个祈祷文呢，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虔信仪轨呢，就是编念，然后呢编那个。就是学那个加信，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证悟，就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按照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传统的话，那就是按那个开显解脱道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前面就是念的这个开显解脱道，以开显解脱道跟大圆满前行呢结合起来就证悟。所以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的这个用力啊，就是天天的是背这个论典啊，就背一命啊，不是这样的，就是念一个虔信舒舒服服的就是坐着，然后这样一下子就豁然开悟，就是这样的。
开玩笑，我们这个温室版的失去信心了，要粉丝啊。下面这个华智仁波切造的，华智仁波切的历史呢，以前在这个千经前面也有。总而言之，他是那个吉天菩萨和观世音菩萨，还有这个夏娃是这个大成就者，就是他们三者这个化身的无二无别的，这个成就者，在我们这个藏传历史上的话呢，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具有这个修真、有智慧、有慈悲的一个大圣是，那么他呢，就是一辈子都是把这个如心轮和真实明镜呢，就是不离这个身体，就是通过这个如心轮来这个弘扬这个仙宗的法，通过这个灵体的这种这个教法来弘扬这个密宗啊，就是然后显密圆融的这样的一个大圣是。那么他的具体的这个见解呢，有关历史当中也比较广，我在这里不介绍。下面就是说，顶礼一切居无缘大悲之至尊上师，这是那个作者啊，就是前面就是顶礼，然后这个前面有个顶礼一切三根本啊，就这个是义理，就是义理的话，那翻译的过程当中，为了迁出一切违缘，然后获得一切这个顺缘。其实这个译本的话呢，就是英文的译本也比较多，然后韩文的译本以前是郭衍信居士啊，就是他翻译过一次，但是这个词呢比较难懂，就是尤其是比较这个古文的方式来这个翻译的。我们后人读的时候呢，就是似懂非懂的，后来我们也是好像在这个学院当中也讲过一遍。还有一个呢，是以前公嘎上师的这个弟子，就是慈诚什么根上慈诚，就是他也有一个就是大圆满这个前行的这个一些讲义，就是也算是一种讲义吧，就是大圆满前行。但是这个前行呢，我也在那个八七年的时候呢，就给部分的这种佛友呢，就是传述过一次，但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不太这个全呢，就是不太全。但后来呢，就是因为种种这个原因，因缘成熟以后呢，就大概是在99年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就是译出来了。译出来了以后呢，就后来还有些人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种种方式来，就是也翻译这部这个大圆满这个前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这个前行的这个翻译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出现任何违缘，就是祈祷呢，就是三根本，就是这个翻译圆满。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这个轮体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是顶礼一切具有无缘大悲之尊的上师，这个就上师的话呢，其实所有的这个上师，华智仁波切的所有的上师，这些上师们呢，具有这个无缘的智慧。和大悲，其实智慧和大悲呢，就是一切这个功德的这个根本啊，就是有了通达一切这个万法的智慧和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大悲的话呢，那这个上师该具有的一切这个功德都具有了，或者说是具有无缘大悲的这种上师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的上师面前呢，就是做这个顶礼，也应该可以这么讲。那么下面呢，就是分别顶礼啊，就是分别顶礼的话呢，首先是这个顶礼三传承，然后呢就是顶礼这个无垢光尊者，顶礼智慧光尊者，顶礼如来耀这个尊者，然后就讲那个全轮的概要，就是内容，之后呢就是历史文，就是前面的这几个宗旨大概的内容应该记得是这样的。如来密以慈名表示传菩提伽罗人中称善缘，寻神事迹究竟二礼者三大传承上师千经礼。首先就是整个这个密法也好，仙宗的有些法呢，就是也可以就是有这个传承的这种这个上师，对这个传承上师呢，就是做这个顶礼。那么传承呢，有如来的这个密意传、慈名表示传和菩提伽罗二传，就是这三种传承。那么如来一传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佛陀啊，
啊，就是没有这个文字，没有这个声音，通过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交流方式来，就是获得这个传承的啊，就像啊我们这个密宗的各大这个历史书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大圆满的沙尔达这个本寺啊，就是最后是释迦牟尼佛和噶罗多日解，就是他们呢通过这个如来的这个遗传啊，就佛和这个眷属之间呢，就是啊一种这个遗传价值啊，就遗传价值完全的已经这个开悟了，就是他这种这个传承，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仙宗当中也是，比如说得戒的话呢，那么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个戒体呢，以极个别的特殊的一些弟子的话呢，自然而然就得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有，就相当于是这样的，这叫做是这个如来这个遗传呢，就如来是这个遗智慧而这个传述的，那么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传承上师之一，因为如来的最初的这个传承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面前顶礼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现在有些人认为啊，这个什么这个密宗的传承是可能比较特殊的吧，其实也并不特殊的啊，就普贤如来与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全部都是在这个这个密宗的传承上师里面。然后标识慈悯，就是慈悯标识传的话呢，在印度的这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西金刚就是噶罗多日解，然后呢就是西日僧啊、坚那斯扎啊，还有这个什么中前面去结婚协力呢、布玛玛扎、莲花生大师啊，就是他们的话呢。啊，就并不是是我们啊，通过就是语言文字来就是互相这个传输，应该是有一种不共的这种标识方法来，比如说知识虚空啊，或者说是用这个不同的一些标识方法来，对方的这个上师的这些境界呢，全部都是已经这个融入这个弟子的这个心里面啊，就这样的这种传承呢，就叫做是慈悯这个标识传，应该说是在印度来讲呢，就是这种这个传承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几乎都是从噶罗多日解一直这个传到这个莲花生大师之间的传承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慈悯标识传，就是通过标识方法。那么这种传承方法呢，现在我们这个禅宗啊，就是禅宗的话呢，也有啊，就比如说上师的这个一种这个知识呢，就是马上这个弟子开悟见性，就是是跟这个禅宗的这个传法呢，就是比较这个相通的啊，就比较这个相通的。然后呢，就是菩提伽罗二传，菩提伽罗二传的话呢，从那个这个莲花生大师来到这个藏地以后呢，可以说是以口耳相传，就是那么互相呢，就是通过这个文字，通过语言来这个传授。啊，就是然后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传给这个一些作家，还有那个国王这个持中的字呢，就传给他们了。然后就是他们的这个传承呢，就是一直到什么娘当真庄瓦那等当马腾吉尔是吧？那等当马腾吉尔接赠僧开王秀，然后呢就是传到了这个智克加拉江顿，再传下来这个慈悯者那个格曼然者就是传给这个全智吾格光尊者，吾格光尊者呢就是以这个一加持的方式来就是传输给智慧光尊者，智慧光尊者呢就是传给那个就是如来呀，就是这个如来呀尊者，如来呀尊者呢就是传给这个化智仁波切，然后化智仁波切呢就是传到这个摩朋仁波切和堪布更或者。然后干部更会呢就是传给这个头盖如意宝啊，就是头盖如意宝，然后头盖如意宝呢就是传给这个上师这个金面盆座，当当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一脉相传呢，就是一脉相传，这也是现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是汉地的这个净土宗啊，净土宗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一直把这个法就是通过这个交流的这种传输啊，就一代一代的就是基本上是相同，当然里面的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传承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是菩提伽罗这个二传啊，所以我们呢应该在这个上师面前呢，就是大家都应该就是听说，就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传承呢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在上师面前也听过就是很多次，就是尤其是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话呢，上师老人家就是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呢，在佛学院当中就是传的就是圆满的一部这个法，就可以说是后来就是传的那个这个报信轮呢，就是中间就是实现圆寂的，因此
自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我经常这样认为的啊。上师呢，要接近这个离开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穿的最完整的量布法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现运经，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就是所以让我们的这个后学者的话呢，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两个法呀，啊，就是记住在自己的这个心。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法呢，就是一直这个传达了我们，就是这里以前那个如来呀，这个尊者，不是华智仁波切，尊者也是说过，就是除了就是应该如来呀尊者说的吧，就除了我以外的话，你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化现，就是，然后上师如意宝也说了，就是说了除了我以外的话呢，就是你们这个之间的所有的这些传承上师呢，全部都是注意这个。成名过位的这个上师，当然就是他们是非常这个谦虚的这个语言，但实际上的话呢，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法呢，就是已经就是传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值得这个重视啊。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话呢，我也想说很多话，但是呢，就今天就是不多说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应该对这个三大传承的这个上师啊，始终都要有一种这个信心，就这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佛法呢，我是这样这个认为的，就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开悟是根本谈不上的。现在的有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好像对佛法的这个信心就比较缺少。理论上让他讲的话呢，讲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就好听啊，就是理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就讲的很好的，就像实践的一些老师讲课一样，就是一个博士生或者教授讲课的话，听起来就是很好的，可是内心当中呢，就是对这个上师三宝的虔诚的这种信心呢，或者是对众生的这种悲心和对整个轮回的这种处理心呢，这几颗心没有的话呢，我们讲的再漂亮也临时的时候，可能有些法师不一定是跟着你做的，只不过是以在自相续当中是一种解脱的这种种子而已。所以呢，就很多人呢，就是不但要就对这个法义的这个理解，就是要有这个智慧，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自己对这些传承上师们呢，真的要有这个信心的。你看了上师的传记的时候呢，始终都是这个热泪盈眶，或者心里面一直想到了上师对我们传下来的如实的这种殊胜的这个法呀，很多都就是感激的，就是开始这个流泪，就是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明这个法的价值呢，就是你的这个心的相续当中了。你自己呢，再这样继续下去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希望，否则的话呢，好像上师的传记也好，传承上师的这些这个事迹啊，就是在你的耳边听了100遍、200遍的话，那就是也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的，什么感受都是没有的，就像是我们听到一个动画片的这种故事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很多啊。就是这个心的相续呢，就是还是不能这个改变的。其实学习佛法和学谦信法呢，就改变自己的这个心很重要。以前我在社会上混的时候，我的这种行为啊，就是非常乱的，就是。然后通过这个上师的加持，就入了这个法以后的话呢，就完全都是就变成了一个其他的这个人，就这样的一种行为呢，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学习谦信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就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至关重要。那么这里也是说这个这样的这种这个在人当中具有殊胜因缘的这种善缘者啊，他们呢就这些这个三大传承的这些上师们的话，那就是一方面他们就是跟上啊，就是前辈高僧大德的这个足迹，同时呢就是已经就近了就自理和他理的就是两大这个就是利他的这种这个事业，这样的这种三大传承的上师面前呢，我们要这个。尽心尽力的定力啊，就是古人呢，就是说是这个饮水思源，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要这个如今的这种这个真悟也好，你的这种境界的这个发恩的话呢，就是其实它有这个来源的，它的来源呢，就是无非是包括在这个这个三大传承当中，所以我们对这个三大传承的上师呢，要毕恭毕敬，要有这个。虔诚的这种这个信来定你啊！最近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每天的磕头嘛，磕头的时候呢，你要想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上师呢，就是三大传承所有的这个前辈上师的这个中体啊，就中体来这个定你，但是同时也要想。
我一生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上师们对我这个传下来的这个法宝啊，真的是就是非常的这种感激。就像实践人的话呢，科学家发明了一个，比如说这个任何的这种这个食物的话呢，就是和人试用的过程当中，对他们也是感激。那么这个呢，只不过是完成军事的一些实践法的简单的这种事情而已的啊。我们这样的这种传承上师们，对我们带来的这种利益的话呢，不仅是今世的这种快乐，而且呢，来自生生世世的快乐。所以，如果有远见、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不会就是没有报恩的心，一定会是有这个非常这个强烈的这种感激之心啊。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就是讲那个，第一个是定力，这个无垢光尊者上师的偈颂啊，法即法心界中真法胜密也，光明界中见报胜刹土，所华则浅，现化胜密中，遍知法王尊者前进离。那么就是全指这个无垢光尊者的话呢，在整个藏传佛教当中就无与伦比的非常伟大的一个，就是上师大成就者，也是智者。那么他呢，通过这个三圣的教导来，就是进行这个赞叹呢，就是在这个无可言表的这个法圣界当中的话呢，他已经这个获得了这个法圣的这种究竟这个密意，哎呀，成就这个法圣。啊，就成就法身，然后在这个这个显现的光明界当中的话呢，已经这个现见呢，就是所有的这种具无定的就是具有这个无决定的这种报身这个刹土啊，就是这个圆满的这个报身这个刹土，然后在这个所化众生面前的话呢。就视线呢，就是一般普通的这个人呢，无垢光尊者当时呢，在我们人们面前的话呢，就是也一般的这种这个出家人的倾向来利益众生的，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文思修行啊、江边住啊，来这个度化，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的。那么这样的具有这个三身，具足的啊，就是三身具足的，全指这个法王龙亲吧也好，无垢光尊者。在前面呢，就是华智仁波切也是在这个定里。作为我们这个后学者的话呢，我们对这个这个全智这个无垢光尊在面前呢，就是也要就是恭敬定力啊，就是恭敬定力。因为就是龙清吧对这个整个这个藏传佛教，就如今的话呢，就是来自整个地球上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利益的话呢，的确也是就是不可磨灭的，就是他的这个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就是不像我们就是现在这个世间人们所称为的这个也是法王，那个也是法王，就是现在的这个法王的是，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宣传品啊，通过一些各种关系呢，就是也可以告的这个出来，就是但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修正或者说是利益众生的特殊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说法王也，我觉得是意义不是很大的。像全智无垢光尊者的话呢，的确是他后来的这个所有的传承弟子啊，无论是藏族人、汉族人，我觉得是这个七道无垢光尊者的人呢，都有一份这个成就和修证啊，就是有一份修证。这也是通过这个多年的这种文思修行，看见很多人的这种这个状况来这个明白的啊，就状况来明白的。因此那个。全智无垢光尊者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整个事迹啊，就是这些呢，我也以前翻译过他的传记，就是所以说，希望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应该了解，就是这些上师跟现在的一般的这个上师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现在的很多人也是写是可以写出来啊，就是这个传记啊，就是可能比这个我以前看过一般的人的一个传记啊，就是远远的超过无垢光尊者，好像 但是呢，里面的这个内容啊，有些事情的话呢，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偏见的，就所以真正的一些古代的大成就者啊，就这些的这种事迹跟那个现在的有些人呢，就没办法，我是用预言来说的。就像汉地现在那个净土宗的祖师啊，或者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们的这种这个贡献跟那个现在的我们一般的一个人的这种贡献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后面的人呢，语言呢可能没有办法表达的，只是内心当中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清楚的、具有价值、具有修正的传承上是对整个这个佛法的传播也好，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些事业啊，就是应该说是有非常这个超胜之处。但是呢，我们这个后人呢，有时候通过
这个语言，或者是通过一些文字来这个说明的话呢，在自己内心当中的所有的内容根本没办法就是表出来啊，就没办法表示出来。所以，就是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祈祷啊，就是全指这个无垢光尊者，就是他呢，就是造了这个大圆满信息修习大彻数。华智仁波切呢，非常的这个赞叹，就是这部论点。这部论点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藏地的这个就是这个。修行次第论啊，就是修行次第论里面的这个教理的话呢，就是极为的这种丰富。曾经我们呢，也是依靠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价值吧，就是完整的这个学习过。就我自己认为呢，啊，不管是我讲者也好，就是下面这个很多人听着啊，就是应该是就是当时有一份这个快乐吧，就是快乐。也许这样的这个快乐呢，永远都是可能就是存留在你们的这个心地。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呢，上师如意宝面前，当时这个圆满的这个听书，就是全智无垢光尊者的这个大圆满信息吸取大彻数啊，这也是终生当中应该说是非常难忘的最有意义的一件就是大事啊。就当然是我们这个现在听书佛法也好，接受这样的这个传承呢，对有信心人，真正是懂得前世后世的人来讲呢，还是是就是有很高的这种这个价值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佛法也是一窍不懂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恐怕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我们世间的一堂课一样来对待的话呢，那可能也就就是仅此而已了，就是这样想的。下面是那个第二个这个传承上师啊，就是就智悲光尊者啊，明指照见一切所者行，大悲光明现于所化界，开显圣道顶成教法者，成名无为住前，成名无为住时前进你。那么这是第二个，就是指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藏传佛教当中非常伟大的就是上师，就是叫做是智悲光尊者。那么智悲光尊者呢，从那个智悲力，就是用三个方面来这个赞叹他。那么他的智慧呢，就是能照见呢一切这个世俗法和生意法的完实完无的这个法，就是全部都是这个通彻无碍。然后从他的这个大悲心呢，从大悲心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大悲的这种光明啊，光明的话呢，就是显现于整个说法世界，并不是我们几个别人的这种大悲心啊，只显于是自己的父母啊，只显于是自己的这种个别的这个众生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面前呢，都这个显现，就是他当时那个传记里面也是说了，就是智悲光尊者说，我专门就是用7年的时间当中修习大悲心的，然后我的这个法门和我做的这个法本呢，肯定会是有利益众生的啊，就是传记当中也这样说的。所以这些上师们的话呢，专门修这个大悲心的，专门修7年的。我们这个修无始丸加心就是2年的话，有些人说啊，2年当中啊，太长了，就是2天差不多。2天哪里就是无始丸加心就融入你的心呐、啊？然后这样的这种上师呢，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呢，就是开显呢我们这个藏地的这种圣道，也就是说是灵体派，就是心底派。心底派的话呢，就是其实当时他到这个尼泊尔的大塔前呢，啊，就来那个进行这个祈祷的时候呢，就是智慧空心木给他传授的这个佛法。从此之后呢，就是他就开创了就是藏地这个灵体派，也就是说是心底法门。心底法门呢，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藏传来讲呢，就是非常的这种深的一个法。依靠这个心底法呢，有无数的人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持名成就者成就的这个果位。所以他对这个佛教的这个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开创这个心底派的。那么这个丁成的这样的这个教法呢，就是让这个开显，就是弘扬于人间。这样的这种神明呢，啊，就上师这个成名无畏珠，无畏珠呢，就是也是这个他的这种父藏的这种名称。就是他在6岁的时候，上师给他取名为智悲光尊者，但后来呢，就是10几岁的时候吧，就是他就开取这个佛藏，之后呢，就是叫这个无畏珠啊，就是无畏珠这个上师，就是那么他呢，就是也可以说是整个我们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藏传佛教来讲是就。极为了不起的，就是大上师坐这华智仁波切呢，就是向这个智悲光尊者面前呢，就是在这个进行顶礼。
我们作为回学者的话呢，也应该啊，就经常这个祈祷，就是这些上师。如果你们祈祷文其他的没有的话呢，就把这个前行的前面的这几个祈祷文呢，就经常念诵啊，就是智慧光面前就是祈祷，无光尊在祈祷，还有那个传承上师面前呢，就是也不断的这样的这个祈祷，就是这样祈祷的话呢，就是自相续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这个烦恼呢，就是通过上师的加持，就是可以开，就是就摒除。然后就是无形的这种智慧啊、大悲心啊，这些呢，就是应该做，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出现。所以我始终呢，就是认为是恭敬这个祈祷，就是本传上师，这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就是讲到这里吧。说那么多语，谈起来吧。谈那么多，谈那么怕谁扯扯的。把一切都都都说。妈，难得个咱那做的多。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